好，在柯文哲眼中，他对立法院的愿景到底是国会改革，还是充满着政治算计呢？现在传出了民众党正在盘算要分裂投票，院长要投游锡堃，而副院长要投江启臣。郭正亮就认为目前柯文哲的优先顺序是绿蓝合，或是要投自己。但是有绿营人士就说，虽然柯阵营分裂对民进党有好处，但却是从民众党自身利益出发的，目的就是要展现他们民众党很厉害，是这里面关键的八票，而这是很权威、很权谋的旧政治思维。明明柯文哲就是打着吸引年轻人，他们是一个新政治旗帜的口号，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好，虽然过去柯文哲他义无反顾的拼一次，他换到的是多三席的立委，却搞砸了政党轮替的机会。现在如果在立院的起手是又是这样充满旧政治权谋的盘算，难道柯文哲为了要展示关键少数的影响力，他可以去拆掉自己的招牌吗？谢大使，你怎么观察？柯文哲他现在不讲话，昨天人家问他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要支持这个韩国瑜？他不讲话，他讲不出话来，因为柯文哲他没办法做决定。有人说现在这个民众党里面有好几派啊，好几个大派系，第一个派系是你猜谁？柯妈妈。啊，对。第二大派系呢？柯太太黄珊珊吗？没有，柯太太排第三。哦，那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是黄珊珊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对，所以这个是网络上在传的啊，我认为有很有道理，所以跟各位报跟分享一下啦。不过我认为确实也是如此啊。柯文哲事实上蓝绿蓝白合的时候，他也是同样的犯了同样毛病，犹豫不决。到最后呢，就是啊，这个三派人马啊，最后啊把他绑架掉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他还是犹豫不决，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不过这个已经看出来，就是说这个民众党啊，已经快被看破手脚。他们讲了好几次啊，团进团出，又说啊开放投票，到莫衷一是，讲的话的人都不一样的人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民众党是一个怎么讲呢，是一个生死的抉择。他第一步走错路以后啊，他就掉下悬崖跳一半了，那老百姓就已经怎么留校查看。因为在这个哈国会的这种哈所谓的这种哈内阁制国家，只有两种政党，不管你大还是小，没有骑墙的，只有一种党叫执政党，一种叫在野党，只有这样子。你以日本的政治为例的话，日本现在公民党它是执政党，它几席啊，可是它跟自民党合在一起啊，它就属于执政党，没有什么你还有在野党了。所以你只要票投了重要的投票，你投了这个执政党，你跟民进党在，你就是执政党。民进党现在在台湾的政治属性就是执政党，那你还做什么反对党呢？反对是不能分裂的，反对就是反对到底，忠诚的反对党就是站在反对的阵营。所以这种走中间的啊，那柯P讲的什么，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台湾的政治文化啊，那之前那个民进党坏透了，这些人啊要如何如何，那就是骗人的嘛。那你以前讲的话现在就证明你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今天你取得了执政地位，你可以找，可是你现在你就是民进党给他什么呢，你一定是有好处嘛。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柯P管不住下面的人，下面的人呢，大概我上次听人家分析啊，他现在八个委员里面啊，所谓的不分区里面啊，有六个都是绿底的啦。对，最近他又任命了他的一个新的秘书长，有人说，哎，那位老兄好像也是绿的啦，是不是已经在串联了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啊，柯P现在应该出来先教训一下游锡堃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游锡堃讲起柯P，讲起这民众党，是看不起他们才这样讲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你到时候就是如何，然后你记得郭那位那个民进党的立法院党鞭那位柯另外一柯啊，柯建铭。他说那个八票没落用啊，是没有用的啦，根本就看不起民进党，不是民众党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柯P现在内心很挣扎，可是问题他三大派系现在还没有搞定啊，他是弄不清楚。可是呢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叫黄珊珊来讲的话，他哥哥要做民进党的国防部长，
对不对？他哥哥还有那个潜舰的案子，哎，搞潜舰的案子，他怎么会跟你国民党去合作呢？所以我觉得啦，以前我们这个年纪稍长一些，我们都要读了以前很多蒋公家言。蒋公是战略学家，他怎么讲的？物事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，不要什么都靠别人。现在就准备54票，就好好靠这54票打天下吧。哎，人家要来，要合则合，要不合就算了。对，不过我赞成这个赵少康的讲法啊，我们绝对不要去接受那什么副院长，那简直是啊，比讨饭的还难看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